刘亦菲今年担任中东阿布扎比国际旅游大使，日前出席当地举行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。她在赛事结束后就晒出多张在场边观赛的美照，只见她穿着花纹衬衫搭配牛仔裤，优雅气质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另外她也分享与好友比赛换轮胎的影片，她换上长袖外套鸭舌帽，并戴上防护眼镜，在车队维修区拿起机器拆除零件，并把轮胎拿下来换上新的，整个过程只花了8秒钟，动作超级迅速，也赢过了好友，让她开心大笑，心情非常好。而粉丝看到这段画面纷纷惊呼，还有什么技能你不会的，也大赞刘亦菲是最美换台工啊。Bye.